位不知道假期过得还愉快吗？答应大家很久的眼镜合集，很多东西订货也是蛮长时间的，陆陆续续终于到手了。大概从半年前开始预告，那直到最近我也是才完成手头上这些工作。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这期影片出现的很大一部分款式呢，是还没有来得及配我自己的度数，可以当成是一个出厂状态未完成的版本。那后续我也会持续在使用和分享。那么如果你对其中某一些款式特别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留意我后续配好度数或者是一些变色镜、染色镜片之后的效果，再持续关注一下我的一些汇报吧。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有一些问题可能需要大家一起来跟我思考一下。你觉得一副好的眼镜应该是怎样的标准？是很合适你的度数，或者说是眼镜的尺寸比较适合你的脸型，又或者说是它能够做到长时间佩戴没有任何感受的结构设计？希望大家看完影片之后呢，会有更多新鲜的想法和答案，也欢迎你分享你的想法。再跟大家重申一下，本期影片没有任何付费合作的内容，这么多七七八八的牌子混在一起，不可能是有单独的一个品牌赞助的。那么我今天在这里分享的一些款式呢，绝大部分都是按照我自己喜好的口味去选择的，可能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也有我自己使用了很久的一些款式，以及我未来持续一段时间都将会使用的款式。但我个人认为，选这类眼镜的需求无外乎就两种人群呢，一个就是像我这样的需要视力矫正的人群，眼镜这一样单品呢，几乎是长在脸上的外眼器官的定位，这类型人群可能会愿意花较多的成本在选购一副好的眼镜上，包括验光以及配片的这一个成本呢，也会相对于来说更高一些些。那另外一样的人群就是视力非常好的人群，眼镜只是一个装饰品，不会长时间佩戴，但是会更加挑剔一些，比如像这类型装饰需求嘛，门槛很低，但是上限很高，所以挑选的时候反而还需要更认真更仔细。 OK， 那我们就开始单品的介绍。今天东西蛮多的，我也尽量讲的简明快一些，如果你还有一些不懂的话，欢迎你评论或者弹幕再问我。今天一共给大家带来十支镜框的分享。首先看一个品牌，来自日本的，叫做 Taylor with Respect。这一个品牌也是我才接触到没有太久，但是我觉得他们东西做得很不错啊。Taylor with Respect， 简称叫 TWR， 是 Satoshi Waki 在2017年成立的品牌。这个名字你应该也能看得出来啊，他希望像裁缝量体裁衣制作衣服一样，为各种脸型制作出舒适的镜框。那我很有幸的是呢，在23年5月份的时候，受到了这边代理的邀请，参加他们一个不对外的小小的订货会啊，看到了很多很多他们的款式。那我自己也挑了几副镜框，陆陆续续的等到它制作好呢，就到今天了。说实话，在挑选的时候还是有点眼花缭乱的，因为他们家几个当家招牌的制作工艺以及框型呢，都有点让人难以割舍。首先跟大家看一副我自己日常佩戴最多的一副镜框，就是这一副纯钛的皇冠型金属框，这一副叫做 Buckets， 它尺寸呢是4720144。每一副镜框上脸效果，我后续会再贴在画面上给大家看。当然，这个仅限于我自己的脸型和头的尺寸啊，你戴上是什么效果，这个千人千面，因人而异。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纯黑色，但是它的前框是上哑光下亮黑的这样一个渐变效果。不过这个效果我真的是花了好大心思才能勉强在画面上通过镜头给大家拍出来，肉眼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眼镜这个品类本身就是很难拍的一个品类，所以拍这些 B-roll 画面也是折磨了我好久啊。它戴上来的效果呢，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觉得它的镜型它是有点像梨形框，虽然它是皇冠型，但是它不是说特别适合我脸型，尺寸上很合适，但是形状我个人觉得会有一点点偏中间了，就是收窄了一点。但是它戴上来的舒适度是非常非常好的。Taylor 他们所有的钛合金的镜框，就是前框这个部分呢，没有任何焊点，他们还是一体冲压，就是很结实很硬，整个工艺还是挺厉害的，在结构上功能性上也有保证，能够做到既美观又结实又耐用。我给这副镜框的定位呢，还是比较适合长时间伏案工作的这一类型的使用场景，便常年对着电脑等等的，或者在家处理一些工作不需要外出走动的话，我会经常戴这副眼镜，因为也不需要总是去拖，总是去调整它的位置，它基本上调好之后完全不需要再动，可以做到几乎无感。同时它有几个也是 Taylor 这个品牌比较当家的特色设计。首先一个就是他们的镜腿，大家可以在画面上看到 Taylor 所有的
的镜腿都是有一个外扩设计的，在太阳穴的这个位置呢，它会向外延伸一点点，有一个外曲线反弓形的设计，这样子它能很有效的达成一个类似环抱式的镜腿受力的效果，但是它并不是直腿，它还是弯腿的，它会在你的耳朵有一相当一部分面积的承托力。这样的好处就是它非常适合大脸的人群，或者说是亚洲人群这种圆头圆脑的颅骨形状，基本上不会夹太阳穴，这是非常好的一点。当然具体还是要看你挑选什么尺寸，你不能选一个很小很小的尺寸戴上去也不夹，但是撑成外八型就是也不好。大家首先还是按照自己的颅骨啊头围的尺寸去选择好相对应尺寸的镜框，然后再在这个尺寸里挑选你喜欢的形状、你喜欢的颜色、你喜欢的材质等等，这是它其中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设计点，也是几乎很少在另外的品牌有见到专门针对这一个位置外扩的设计。第二个我觉得他们家品牌很招牌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渐变染色，而且他们家同时还会做一个非常粗野非常有力量感的做旧设计，会把做旧和渐变染色合在一起。哇，他们家这一个工艺处理非常厉害，就是这个电镀效果，你可以在画面上看到有一个深蓝色渐变金色的效果，另外还有一副做旧银和做旧铜之间的渐变，然后就是我脸上这副，我当时挑选挑了好久，还是选了一副稍微低调一点点，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日常会更好搭，不过实际上我也很少带它穿搭出门，因为这个形状的镜框，我说这一类型的细框金属眼镜框，我总觉得感觉搭配感或潮流感稍微比较弱，它更加适合就是真的是日常不按工作使用，就是一个工具，没有那么多搭配的效果，但也不能说不好看，我还挺喜欢它这一个镀金点缀的两个点，这也是他们家招牌设计，一个 T 字型的有点像是纽扣的设计，这也是他们家 Taylor 这个名字一点点小的呼应。 Buckets 这个镜型呢，其实它还有一个更大号一点的版本叫做 Diadema，如果没发音错的话应该是这样，因为他们的名字来源都是古希腊神话。 Buckets 呢是酒神，头戴葡萄叶冠冕，所以就会有个皇冠型的设计。我个人给这只眼镜的定位呢，就是更加日常很需要视光矫正的人群来使用的一个陪伴型或者工具型的眼镜。如果你正缺这样非常舒适非常无感的镜框，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品牌这一类型的细一点的金属框。当然他们家同时还有另外的板材框，但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看一下 Taylor 的这一个眼镜盒，一个纯牛皮的眼镜盒，很低调的，然后三角形，这里有个小小的印字，就打开盖子才能看见，蛮结实的。来自 Taylor 的第二副镜框是这一副，叫做 Thick。说它是板材框，其实它也是混合了一部分钛合金材质的，在镜腿的位置。就像我前面提到，他们家所有的镜框呢，都会在镜腿这个位置外扩。板材框的设计需要外扩的这个部分呢，因为也需要一定的弹力，所以还是用了金属来去做，只是在这个位置有一段金属，那前后基本都是板材。他们家板材选择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这一个颜色是卡其色，上脸的效果就是这样了。那这副镜框的尺寸4622143，比刚刚那副其实稍微小了一点点，但是它整个镜框的形状跟我之前一直佩戴的这一副Native Sons 的 Guerrero 非常相似啊，大家可以看出来它们尺寸不一样的啊，但是形状比较像。不过这一副由于它独立鼻托再加上外扩镜腿弹力非常好，它整个佩戴感受比 Native Sons 这一个高了很多很多。讲真的，这一副确实好看，但是佩戴舒适性没有办法跟独立鼻托以及这种弹力镜腿的框型相比较，因为这一个都是固定的，它的鼻托也是没有外延。当然你可以考虑后期在一些手作眼镜店让店主给你后期延伸这一个鼻托，加长加高一些，这是可以做到的，只是他们原厂出来的话，它整个镜型的设计更加适合还是那些五官比较立体的人种。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分享这一副全金属框的时候呢，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就是我在带着这副 Native Sons 在外面跑了一天之后回到家，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换下来，赶紧带上这一副，因为它实在太舒服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这副眼镜我是早几个月收到的，我已经配好了我自己的度数，但它是一个无色的透明片。我脸上这副 Thick 呢，是我才收到没多久，还没有来继续验光配镜，所以现在是一个原厂出厂的状态。由于时长太长了，导出很难成功的关系呢，现在的时效性已经来到了，我戴着这副眼镜去验好光了。那我选择镜片是蔡司的染色加变色片，但实际的最终效果呢，还要等我拿到眼镜之后再跟各位在我的社交平台分享了。大概上脸效果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不是很看清楚画面，具体的结构位置我还没有去仔细调整，因为还没有做验光什么的，所以就看个大概好了。但是它的佩戴感受是已经基本上做到不需要太多调节就能感受非常好的，然后我怎样晃动它也不会有任何的位移，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原厂就有这样的状态。 Taylor 他们的鼻托也是蛮特别的，他们官方名字叫做
Cloudpad 就是像云朵一样托准的鼻子，然后他们的鼻托基本都是全钛。当然钛这个金属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不过敏也不会生锈，并且调节起来呢也是比较的柔软方便，但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自己去调整，尽量在眼镜店验光的时候就帮你调好。因为你验光时候的这个偏心距、前倾角、镜眼距、镜面角等等这些验光维度的方面呢，自己调整的话很容易做的不准，尽量不要自己动手。就是板材镜框，但它这整副原厂出厂的状态重量保持的也算比较轻，当然重量这个问题每个人度数不一样，配好镜片之后的重量又会发生变化，所以这个前后重心的分配呢可能会因人而异，大家这个状况也是要考虑进去的。就是不是说看一个镜框特别好看拿在手上很轻就买了，结果发现你配好很高度数之后前重后轻，这个情况肯定会出现，这时候你可能需要更换一个胶鼻托，摩擦力大一点就没那么容易滑，这也是钛鼻托或者说金属鼻托比较没那么好的一个，我不能说缺点吧，就是一个特点，它比较光滑，但他们其实在前后配重上呢也有做一定的手段去处理这一个问题，像他们镜腿末端其实都有增大增肥一些，可能在全钛的这一个版本的镜框上会看得更明显一点，镜腿是很肥厚的，左边这个镜腿呢都有他们一个 T 字形的 logo， 细节处理的还是蛮到位的。那么这是这一副板材的镜框 fake 的，那我们再看另一副，我觉得算混合材质板材为主，那就是这一副。这一副呢不是我日常在使用，它更适合女生用，4620143，它的尺寸比较小一些。这一副呢是配了蔡司的变色片，这个紫外线的变色程度呢已经不如我早两天在高原的时候变强那么严重，这其实挺淡的，目前的效果跟在广东的中午差不多，当然现在是这边早上的9点多，然后看出去大概就这样子。这其实你看它会有一点点偏黄绿色，在高原上的时候它真的非常黑，那总之就是这个效果了。这副镜框尺寸我戴上就这个样子，它其实是一个透紫色的颜色，跟刚刚这一副 thick 板材框类似，尤其是镜腿的结构几乎是一致的，也都是这种后半截板材中间有一部分外取的结构是钛合金，但是它中间是有骨一直穿插到镜腿尾部的，所以它整个结构还是有保障。并且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这一副镜框它其实是一个中筋的结构，也就是它中桥或者说叫中梁这个位置呢是金属而不是板材，跟刚刚这一副 thick 有区别的是，这一副 thick 的前框是板材一体成型切出来的，这一副是两个镜框独立的两个板材圈，中间靠金属连接，但它不是单独的一个金属桥。在上一条影片有跟大家分享过 Masunaga 这一副817，这也是中筋的款式，更常见的一副中筋框就是它的中间是金属，但是它的金属位置呢是没有任何框架结构的连接，它就只负责连接这两个框。我也不是说这个就一定是不好或者不稳定，这是更加常规常见的处理手法，但 Taylor 的这一副呢它会更加的，我觉得上多一层保险的感觉吧，就是它的中筋是连着一整副像煤框的结构一直到镜腿铰链的位置，这一整片都是一体的金属，所以这样的结构呢会更加稳妥，基本上不会有一个扭转或者说变形，受力的位置几乎都像煤框一样在整个上沿，前面的框也不是说它完全不受力，只是说它看起来更像一个装饰品，因为它是附着在这个金属骨架上面的。这样的好处就是远远看反而还觉得这一个镜框因为它是透紫色而上面又有一个实心金属边，感觉多了一个层次感还挺不错的，而且对于女生来讲这一个镜框会有那种装感镜的感觉，非常适合日常佩戴，然后它的佩戴感受其实也不错，但是主人不是我使用者呢会对于这个镜腿有一点点滑动，主要是因为头发太长太重了会把这个镜腿往前推，毕竟是板材还是比较光滑的，所以它套了一个防滑腿，但是其他的话就没有更多的改动，基本上整个结构和稳定性都很不错。这一款和上一款 thick 最主要的区别是在于鼻托撑角的长度，大家可以在画面上看到这一款会更加长更加高，它镜眼距会更加远一些，也就更加适合高鼻梁的人群了，而 thick 的范围会更加广一些。 Cumulus 这个名字也蛮有意思的，就不像刚刚金属系列它会用一些希腊神话的神明，它这一个是气象学的一个名字，像好像是基于云这个云层分类系统来命名，那整体它的形状呢比较偏梨形那种 Boston 镜框，我的肤色可能不太衬得出这一个透紫色鲜亮的感觉，它还是更加适合白皙一点的肤色，更加适合女性朋友，我觉得还是挺可以考虑的。而且 Taylor 这个品牌我觉得他们不管是金属做旧
电镀染色渐变处理，还是他们板材颜色的挑选，在色彩以及工艺上都有非常独特的味道。有几个颜色是我好像只在这一个品牌里面有见到过的板材。那么如果你是喜欢特别强烈的浓厚的风格，你去看他们那些做旧金属的效果就没错了。这一个品牌我还是挺推荐的，目前在国内基本上一些精品眼镜店或者说是手作眼镜店也都能找到有代理这个品牌，可能现货不会特别多，因为这个牌子除了名的做工就是慢。大家也知道像这种渐变染色的位置，这些工艺处理他们基本都是老师傅手工逐个逐个去完成的，然后这个老师傅真的很老，他的效率可想而知不会太高，并且好像今年年初开始几乎全日本所有的眼镜品牌陆陆续续都开始涨价，也是因为原材料等等之类的一些关系啊。感兴趣的话呢趁早去了解一下。推荐我认识 Taylor 这个品牌的朋友呢，他其实也在澳门有自己的眼镜店，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他们最近才引进的最新最新版本的泰式验光系统，一整个大全套，然后他们家无疑也是款式或者说现货最多最好挑选的地方，我把他们店铺以及地址贴出来，大家有兴趣去澳门玩的话路过可以去看一下，探个店也好。好，再过来一副我已经使用了相当一段时间但还没有来跟大家仔细分享的一副镜框，它的定位会稍微特别一点点。Half Jacket 2.0 搭配的这一个镜片是他们的公路镜片 Rode， 的整个效果就是这个样子。这副 Oakley 的尺寸是6215133，你听它这一个尺寸的比例就知道它肯定是很狭长的了。不过它整个环抱是单点受力的，这个位置做的还是很舒服的，非常的稳固，不会松动，整个结构也是很稳定很轻量，靠简单来取胜，它没有更复杂的设计，所以它也没那么容易坏，并且就算坏了也很好维护。这是我当时去实体代理店铺挑选的时候唯一能够戴上脸而不顶我脸的款式了，所以不是我故意要挑选一个很复古的 Oakley。 其实我当时挑选或者说我整个购买历程呢，我希望是选一个更现代一点款式，而不是他们过往零几年的款式。我感觉这些东西买新不买旧可能结构上会好一点，事实发现不是新旧的问题，它的绝对尺寸就决定了我的脸型能够适配它什么样的镜框，或者说哪个系列。可能我的脸相对于常见的亚洲人脸型来说偏窄一点，我瞳距也很窄，才60出头62-63的样子，但我颧骨会更高一些，所以这个位置眼镜不能太突出，不然就会顶脸。我当时有新仪的款式，但实际去到店里面试发现是完全根本没有办法佩戴，鼻子悬空，脸把眼镜顶起来，然后整个结构就是不对，受力点是完全不对的。当时我试了接近小十副镜框，最终挑选到的就是这一副 Half Jacket。 但是我还是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这里一定要提醒一下各位，如果你有打算配类似的运动眼镜的话一定要注意，这类型眼镜它的镜框的弯度是贴颅骨的，它整个曲度特别大，然后配近视片呢，因为有度数的关系，镜片越靠边缘就会越厚，哪怕你做美薄也一样。本来原厂的镜片就只是有一个单纯的染色镀膜，没有度数的话呢，它大概也就是1-2毫米那么厚，非常薄的一个尼龙片。但是我配好度数之后，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边缘，我跟我朋友分享的时候他会问，哎，你这个这么厚是不是可以防弹，就是厚得很夸张，越到边缘越厚。而且由于它的弯度特别大，它的度数并不能像我们正常配一个平光镜片那样去验光，它会往下适当的降个1-2档来去适应这一个曲度。但是多曲的框型降多少档位的度数，这个要因人而异，看你选什么样的框型了，并且不是所有的框型都能配度数，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些很帅的那种骑行镜片的框型是一整面过的，就没有分两个独立镜片，像那种呢只能配很低的度数，不是说你看哪一款帅就一定能配到你的度数，大家一定要实体店去试好。这是一些运动框型的分享经验，可能很多朋友感兴趣的点。这个镜片实际上我戴上去之后会不会太贴脸，带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已经在好多次的户外活动中都使用这一副眼镜，运动情况下来讲呢它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因为度数基本上匹配的比较准了。我自己使用途径比较多的也就是可能山里面徒个步，或者是偶尔的骑行，速度不会特别特别快，就是运动状态下景物移动的速度不算特别快的话呢，我也不会觉得特别晕。尤其是我只看前方，如果要看两侧的话呢，我会主动转头，不要只转眼球啊，这样子镜片边缘的失真和变形不会太影响到你的视觉感受。再一个就是它会不会不透气，其实这一副镜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我的鼻梁这个位置基本上是镂空的，空气可以从这个位置进去以及这个位置进去，然后从我的太阳穴的这个位置排出。如果我原地站着不动，身体闪
产生一定的热量，眼睛也会有一点点蒸汽附着在镜片上，但只要我一走起来两三步，马上这个蒸汽就消掉了，所以这个问题影响不算太大，各位可以放心去体验。再一个就是 HyperJacket 2.0 这一个年代的 Oakley 呢，基本都是由 Peter E 这位设计师主导设计的，但我脸上这副 HyperJacket 2.0 并不是，是他同事设计。我也可以分享几段他在他自己主页分享他过往设计历程的一些影片给各位分享。 This is HyperJacket. This is a cool design that I did that incorporates concepts from Pro M Frame and HyperJacket. It's a sports performance semi-rimless frame that has interchangeable lenses that lets you select the right shape for your face and performance needs. It's got an integrated hinge and hinge line, so it's very structural when open. And notice the beautiful wing-like feature from Pro M Frame that allows this to slice through the air effortlessly. It's got longer socks and integrated soft nose pads for better fit and comfort, and even has soft pads here at the temple to grab onto. Overall, this is still a really cool design. I really like it.HyperJacket 2.0 这一副镜框，它其实脱胎于 HyperJacket 一代以及 HyperJacket 这一个镜型，然后他们这一些半框的镜型呢，其实都是可以支持到使用者自己按照实际使用场景和用途更换镜片。比方说我有海上运动，那我就换它的海洋镜片，我有陆地或者滑雪运动，我就换它的雪镜片之类等等，它这个半框是可以支持拆卸，包括它的整个镜腿的防滑套、鼻托防滑等等，这些都是模块化和替换，你可以换高鼻托、低鼻托等等都行。然后它的整一个镜片也是防冲撞的设计，就是即便有非常强的冲击呢，它也不会说碎裂割伤你，安全性比较有保证。并且这一个款式其实他们也有军用的版本，同一个款式的不同版本还是蛮多类型可以选择的，具体还是要看你的实际使用用途以及你的脸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差一点点的话其实千差万别，因为还有一个没有摆在明面上去介绍的设计，就是他们的同一个框型有两个不同镜片形状，其中一个叫做加大 XL， 这个就是 regular， 看我这一个边边它其实是圆弧形的，那么加大的那一个它的边边会向外凸起一个尖角。我当时试的另外一个款式就是它当时就是配合了一个加大的镜片，导致我没有办法合适的戴上我的脸，虽然那个框型应该是很合适的，然后我当时去试的那家店也没有说可以提供一个相同框型但是缩小镜片的这样一个选择配，所以说还是选了这一副。不过我觉得阴差阳错吧，这一个实际的上脸效果还是挺适合我脸型的，并且它日常佩戴确实很舒服。我看一下，看看能不能在手机上看出来。啊，对，它效果大概就这个样子，会有点棕棕的，然后加强一点轮廓和对比度的线条。啊，看一下这个对比，可能这个镜片变形很严重，因为手机镜头贴不上，不过大概就这个效果你可以感受一下，这天边那些云的细节戴上之后是看得很清楚的，如果是用肉眼的话是没有办法直视的，但手机它自动这个宽容度和曝光会调整。总之就是这效果，我甚至用它开车也没有问题。其实我当时去店里试的时候还有另外一副我很喜欢的镜型叫做 Whisker， 其实形状跟这一副差不多，但它是全钛全框的，并且它更加适合日常佩戴，就不是运动佩戴。但是相似的话，我要选一副就够了。另一副它也只适合当太阳镜戴，不能当平光镜，因为它弯度太大了。那也是因为弯度的原因呢，就其实我这个度数的镜片如果配上去呢，肯定是不太舒服的，所以就只是心里面喜欢就好。但是那个镜型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戴上去很有一个反派角色的感觉，蛮有意思。那这就是 Oakley 这副眼镜，或者说这类型运动眼镜我的一些使用感受以及一些配镜心得吧。好的，下一副眼镜框也是一副光学矫正镜框，来自万年龟这个品牌，是一副纯钛的光学镜框。它整个形状不是很好说它到底属于 Boston 还是 Wellington， 它有点不太规则的多边形。那么它型号是 KMN1301， 颜色是 TSH 拉丝纯钛，整个框非常非常轻，只有11克。我戴上的效果呢大概是这样的，但这个不是我日常使用的镜框，它的尺寸是45/2/1/145， 稍微有点偏小了，它很靠中间聚拢，但它整个结构的稳定性做得非常好，也是得益于万年龟这个招牌的八字鼻托，以及它基本上没有太多螺丝的设计，是一个就是铰链，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镜框开合的螺丝，它把它很巧妙的设计在一个位置。那整个设计就是挺简单，但是非常好用，并且佩戴稳定性和舒适感受呢非常好。但是有些抱怨的位置就是这个镜腿太细了，并且它是拉丝纯钛，所以它会在出汗的时候呢有一点点刮耳朵，倒不至于刮破，但是这个还是要因人而异吧。由于它实在重量太轻，哪怕配了镜片也很轻，但是配了厚的镜片呢，重量又全部集中在前框的位置，导致
致出汗的时候，这一个光滑的钛笔头会变得特别滑啊，会往下掉一些。但是这个问题不算特别大，就是日常使用也是像刚刚我介绍的这副 Taylor 一样呢，基本都是在家里用，不会出外活动用的话呢，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吧。那据使用者说呢，它的佩戴感受也是几乎没有任何察觉感的佩戴。但是我个人建议，如果是你特别追求轻量化，但是度数又非常高的话呢，还是具体到眼镜店里面试一下，模拟一下配好之后的厚度是否会超出这个框的边缘的厚度，以及它重量会不会太重，导致前后失衡，这个是需要考虑的一点。不然的话，长时间使用，全部重量都集中在前面，其实会挺辛苦的。那像这种纯视光矫正的镜框呢，我觉得也可接受点不算特别多，反正它就是一个超轻、超舒服、超稳定，价格也不是特别的美好。但是我买的时候呢，正好遇上做活动，还算是比较良心的售价，反正整个入手下来还是挺愉快的吧。好的，那么前面几副镜框以及品牌呢，基本都是我前半年接触到的一些产品和款式。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后半年才陆陆续续接触到的一些单品啊，以及新认识的朋友。那这位朋友呢，他其实挺有意思的，他一直是在 For Nice 这个品牌做眼镜设计师，厚着脸皮跟他要了几个他自己收藏的 For Nice 款式。首先就是这一个我早阵子一直在使用的 For Nice 的墨镜，这是他送给我的。像这类型的墨镜呢，其实我自己拥有的不多，因为大家知道近视眼药墨镜如果没有配度数的话其实没什么用，对吧？这一个我还没有来及配我度数，一个原因是时间上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我不是很想换掉它原装镜片，就它真的很好看，它本来的搭配效果。然后这一个型号呢，它是叫做 F08S， 颜色是第四个 Color 4， 就是叫什么做旧银，效果就这样子。它的镜片是他们原装尼龙片，它是有点偏灰紫的感觉，不过实际上眼睛望出去呢是没有偏色，就是正常的灰色，只是镀膜偏紫了，还是挺漂亮的。然后它最大的一个设计亮点就是它的弹簧腿。弹簧腿这一个设计在 For Nice 里面呢，我真的见的不算特别多啊，并且它的弹簧腿跟我见过的其他品牌那些弹簧腿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么据设计师说呢，这一个弹簧腿也是 For Nice 自己申请的专利，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整一个螺旋纹更加的粗，更加的大一点，有点拧麻花的感觉。整个佩戴效果或者说感受还是挺好的。这副眼镜尺寸是5020-155，看起来没有听上去那么大，对吧？实际上佩戴的效果呢，我个人觉得还是挺适合众多不同的脸型的。因为我有拿这副镜框给我身边的朋友也去试戴一下，有圆脸的，有长脸的，大头小头的，大家戴上这副眼镜都挺合适，并且都很好看。我觉得这也是它设计的成熟之处，几乎可以做到适应绝大部分的头型脸型。那么它戴上来的效果呢，大概就这个样子了。弹簧腿设计在佩戴上跟普通的镜腿有点不一样，它是勾住你的耳朵的。一开始戴上来呢，眼镜整个结构是非常稳的，就基本上不用调鼻托啊镜腿，当然这个镜腿也没什么好调的，就是一戴上来效果就这个样子。然后我觉得它整个表达出来的个性化的感觉很鲜明，老远看上去就有一个很戏剧化的效果。但是我自己在使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可能是每个人耳朵形状或者说大小不太一样，回勾的这个点它有时候戴久了会有点顶我耳朵，顶的不是很舒服，不至于说顶到痛或者是破皮之类的，但是就是可能会有一点不适应，也是我平时很少戴弹簧腿眼镜的关系吧。是不是戴戴就好呢？这个如果有朋友经常戴的话，也欢迎你分享一下。由于它可能是镜框偏细的原因呢、虽然它中间中梁的距离只有20，没有那些板材框2122那么宽，但是看起来好像两个片离得还蛮远。不过我觉得它在我脸上的效果，我还是挺满意、挺喜欢的。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还有一个我没有替换掉这副原装镜片的关系，就是虽然说它没有任何度数，我不是很看得清远处啊。假如只是呆着不动、懒洋洋晒太阳这样状态的话呢，其实也不需要太多度数，并且它是防晒 UV400 的功能，然后也是防水，然后双面都有 hard coat， 就是一个防刮耐磨涂层、防反射，就它原装的配置就挺高的。那么这个作为我2024年收到的目前来讲比较喜欢的礼物之一，感谢一下这位朋友。大家如果对他感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他社交平台的账号，他账号好像都是同一个名字，就叫东京选镜。那么他也会时不时的分享一些眼镜设计小小的感受，但我觉得他可能目前能透露的信息不算特别多啊。我期待他以后口风松一点的话，能给我们透露更多一些行业内的资讯。跟他聊天呢，还是能学到很多知识的。OK，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副 For Nice。首先上脸效果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我个人觉得不算特适合我的脸型，但是它整个板材质感包括它的佩戴舒适感受呢还是挺不错，一如既往 For Nice 的感觉。当然这个是有他们招牌二星铰链设计的。首先看这个型号，它是叫做 NPM56， 颜色是7952，就是它前框是有一点点层次烟灰的感觉，然后侧面呢就纯黑色。它尺寸是5020-142。 For Nice 的眼镜大家也知道，它出了名的就是佩戴感受十分舒服，并且它是招牌的环抱式设计，就是它的
镜框结构设计呢，有一点点类似我刚刚分享的那副 Oakley， 他们像运动眼镜的佩戴方式呢是抱头的，而不是挂耳朵，这样子对耳部的压力减少了一些。但是这样的设计会有一点点我如果要用的话不便的地方，也不能说是缺点啊，单纯只是因为使用上的冲突。就是假如我戴帽子的话呢，直腿这个镜腿向后延伸而不是向下弯，就会跟你的帽子有冲突，它会互相打架。大家如果喜欢这样的设计要注意一下。虽说是全板材的镜框，但它其实中间也像我前面分享的那副 Taylor 一样会有一个金属结构做桥梁，但这个结构它会有点特殊，不知道你看出来没有，这副眼镜它是可以打开的。它打开之后呢，里面是不能配镜片的。怎么这么设计啊？我一开始 也挺懵的，哎，我配了个度数镜片我又打开它干什么呢？然后后来设计师跟我说，它这个其实是给没有配度数的人群使用的，就是你不近视眼的话，但是你开车需要墨镜，那大太阳情况下你就把它遮下来，进隧道了你就把它掀开，这样子你就又可以正常看到光线合理的环境，那佩戴效果大概就这样子。但是这一个用途至少对我的视力情况来讲实用性不是特别大，所以只是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下。眼镜是好眼镜了，只是不适合我。它佩戴感受呢一如既往 Fornice 非常好，那它整个弹力范围还是很大，并且它也有招牌的 Fornice 这个比较大的胶鼻托，然后它鼻托可调节的那一个撑角呢也是做挺长的，就是挺适合不同的脸型都可以做到比较合理的调节程度。我觉得它整个板材质感的选择也是蛮好的。 OK， 我们看下一副，还是 Fornice。 这两副都是它自己的收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属于 sample， 镜腿的刻字不是很完整啊，有些干脆就没刻字。那我现在脸上这一副呢是叫做 NPM110， 也是一个混合材质的，它的颜色是9101，是一个磨砂黑，配了一部分的金属镜腿。这个金属镜腿的外侧呢是有一点点黑色填充的，它这个部分呢据说是手工填的珐琅，整个质感表现还是蛮好的。但是它整个镜型我个人觉得至少对我来讲会有点太过于商务了。9101这个颜色有这样的风格，这一个镜型呢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颜色，比方说它有全透明的，它有玳瑁的，或者说是亮黑色等等的，潮流感会比这个稍微浓厚一些，没那么商务。当然这个黑金配色它有它合理使用的场景，只是不太适合我的日常。它的尺寸是482140，就是 Fornice 的直腿的话镜腿的长度都不算特别长，佩戴的舒适度呢跟刚刚那个也不相上下，蛮合理的。整个眼镜重量包括它的高度我觉得都是很舒服，那当然效果大概就这个样子。大家应该也都听说过 Fornice 这个品牌，最早其实就是专门做那种特别商务的镜型，基本都是全钛啊或者无框或者特别细框的那些金属镜框，后来才慢慢开始往日常或者说偏潮流一点偏时尚一点的款式去做。这类型风格大多数使用的材质更多的会是一些做旧金属以及板材，或者说是两者相结合，他们叫做 mix 的融合材质的镜框。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大多数融合材质的镜框呢基本都是这位朋友设计的了，我觉得他还是有那么两把刷子的。那么接下来看一下由他主导的另一个国内的品牌，我也是才收到没多久，之前其实我有听说过但是没有实际接触过他们产品。那这次他寄了几个产品给我体验一下，我个人觉得还是挺不错，蛮有新意，会让我眼前一亮的，就是来自国内的西镜。眼镜盒是这个样子，整个金属的眼镜盒，薄薄的但是蛮结实，质感也不错，开关的整个状态都蛮好的。然后我现在脸上戴的这一副呢也是他们目前还挺主打的一个款式，叫做黄龙啊。它叫黄龙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镜片是一个深蓝渐变碧绿，就是有点像九寨沟黄龙那个五彩池水阳光下的一些反射，会有这种非常透亮清澈的感觉。那它整个传达出来的设计效果呢，我觉得它也是达到了这一个目的，并且它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清水透明光，但其实它这个板材框呢是有点略微偏茶色，黄褐色，不是完全的清水透明，我很喜欢这一点，会比无色透明的那种镜框会多了一些玩味，并且更加适合这一个渐变的眼镜片。当然我目前戴的这副镜框呢是没有我度数的，不过他们官方可以选择，就是说你只要加200块就可以配到你度数的同样的这一个墨镜的渐变镜片，然后它是 1.60 和 1.67 两个档位都是200起跳，这样我觉得还是蛮良心的，因为这个镜框原价也就才800几来着，目前这一个配置来讲我觉得是物超所值的。因为它有几个设计亮点是让我很喜欢的，首先就是它的结构，它们整个结构做得很稳，得益于它几个蛮独特的专利设计吧。首先就是它这个完全无螺丝的铰链设计，其实无螺丝铰链呢我比较早看到的采用的品牌大多数是欧洲品牌，比如说像大家熟知的 Limburg 丹麦品牌，然后 IC Berlin 以及 Makita 这些德国品牌，他们都会更爱用无螺丝的铰链设计。 Makita 招牌的声音，看它
金，并且材质也没有选用特别多钛合金，而是用了医用薄钢，或者说叫高弹力钢，并且它会更加适合做成无螺丝铰链的这样状态，因为它钛还是更加适合用在跟皮肤接触的部位，比如说像他们这一副眼镜的鼻托就是用了纯钛的，那没有跟皮肤接触的部位呢，它会更加用多一些医用薄钢以及一些板材来去处理。这副眼镜尺寸是4721145，整个尺寸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我脸型的，然后它重量大概是23.9克，是他们官方的数据。除了他们设计比较独特之外，他们其实选用的材质呢也是蛮用心的，基本上都是目前市面主流眼镜品牌都会用的，来来去去都是那些供应商的材质了，意大利的板材啊，德国的高弹钢啊，越往上游的话，那些供应商垄断就越厉害，大家所用的几乎可以说所有的眼镜片基本都是树脂镜片嘛，那它来源的原材料其实都是日本三井化工这一个公司提供的一些片基材料，那至于各家对于镜片怎么样处理，镀什么膜，镀多少层等等的，就是各家自己的事情了。所以说他们家的材质选用的搭配呢，我觉得还是对得起这个售价，甚至是物超所值的。而且你也可以看到，它在铰链这个位置也是有一点点外扩的设计，它也是可以做到完全不夹头的。实际上在镜腿一直延伸过来，跟我皮肤接触的位置就是在我耳朵附近，再往前基本上都是没有碰到我的整个头，所以还是挺舒服的。那它的整个受力结构也就是耳朵顶以及鼻托，不过这一个鼻托虽然说它是纯钛，但是它调节范围并不像那些有螺丝的鼻托那么松动，就有点像一个夹子卡进去的，并且它的整个受力面积不算太大，所以你看如果你是度数比较深，配完度数镜片，整个镜片变厚了之后，可能重量会有所增加，压鼻托的情况呢可能会有一些明显，当然你可以跟官方说它会帮你调整了。黄龙这副眼镜的代号呢是 X26。 那么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他们近期卖的不错的另外一个款式，也是我觉得还挺日常的一款式，这是它的第二代了， X23V2。它整个镜型比较偏 Boston， 觉得还是挺中规中矩的，并且他们这一副眼镜可选的板材配色很丰富。那我这一副呢是浅咖色的，那整个尺寸是4722145，原厂出厂状态下只有12克，比刚刚的万年龟重了一克。我觉得它整个重量控制非常非常好，并且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镜腿在出厂状态下呢也是有点微微向中间收，这种环抱聚拢式的设计。然后在这一个金属镜腿的部分呢，它是有外扩一点点的，所以它整个上头的效果佩戴的舒适度非常不错，并且他们家招牌的这个三型鼻托在这个位置用了一个非常大的硅胶鼻托，而且这鼻托还加厚了。这副也是他们家这个无螺丝铰链设计，我挺喜欢他们家这个铰链开合时候的这一个阻尼感，打开就啪嗒一下有一点弹力，力量感很不错，然后它的弹性范围也很好，它可以随便的外扩，并且它的镜腿也可以做到很好的微调。而且我很喜欢的一点是它的镜腿有一点小小的弯角设计，然后这个位置在带入以及取下的时候呢，我觉得都还挺舒服的。但是有一点点也是他们自己说后期还会去更改的一个小细节，就是这个镜腿有一个略于偏向直角的折角设计，这个位置可能有些人说会太直角，但我自己的耳朵不太感受得出来啊。一部分人的耳朵可能形状问题会觉得这里有点刮，那他们说后期也会去想办法修正，换个模具。那这副镜框我也还是没有配到我自己的度数，目前还是一个原厂出厂状态，那么上脸效果大概就这个样子。如果我再细微调整一下的话，可能会更加好看一点吧，但其实大差不差。并且他们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们官方有出同样也是这个高弹钢做的夹片，然后他们的夹片颜色选择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你想要一点潮流感也可以，然后你想要真的是伏案工作用这副镜框也没有问题。我手里目前有两个夹片，一个深蓝色，一个墨绿色。我个人觉得墨绿色会很适合这一副浅咖色的板材镜框，戴上来的效果就这样子，瞬间就变成一个时尚感的墨镜了。日常使用的话，我觉得比变色镜片可能会更加灵活一点。如果你配变色镜，你必须要紫外线直接照到镜片，它才变色比较明显一点。那这一个夹片呢，它透光率是50%，就可以直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隔绝紫外线的效果了。那它这个夹片同样的这一个框型也是跟镜腿一样的高弹钢，而且它是一体压成型的，没有任何焊接。他们这个工艺做的还是蛮好的。我看还有很多人是几乎买完了他们家所有颜色的夹片，一天换一副，就像换个心情一样。如果你有其他形状或者说尺寸相似的镜框，你也可以把这个夹片套在别的框上用，这样子你就只要花100多就多了一副墨镜，我个人还是挺推荐的。而且他们家不管是板材的颜色选择，金属框搭配镜片的配色方案，我个人觉得他们家的审美还是比较在线的，都很好看，颜值都很不错。所以说要怎么选择，你想要有一个怎样的心情表达，他们都有蛮多的选择去提供，还是挺不错的。并且价格是我个人觉得挺合理的，至少在这个价格上给到你的东西是
物超所知的。其实关于他们家这些比较独特的设计，因为我之前也很少在其他品牌看到过，毕竟是他们家自己的专利嘛，我也有针对这一些方面问他几个问题，那设计师也有很耐心的回答我。首先就是像类似这种无螺丝的铰链，如果我想要微调的话，它会不会比起那些有螺丝的铰链来讲没那么好调节呢？或者说这种高弹钢是不是其实不需要调节，因为他们这一个镜型或者说镜腿的设计可调节的范围不是特别大，因为能调节的地方不多嘛。那么他们的回答其实也算是考虑的蛮周到的。像这种无螺丝铰链的设计呢，它其实能够兼容的头型范围是很广的，并且它都能在不同的尺寸上做到相对舒适的佩戴感受，不会有那种很勒的很紧的那种箍头的感觉，也不会觉得哎呀好像没戴紧怎么松松动动的。因为受力的地方除了镜腿之外还有鼻托，这个鼻托止滑效果很好，比刚刚那一个纯钛的我觉得好很多。整个眼镜摘下来戴上去，这个过程你只能感受到镜腿的末端会有一点点插着你的皮肤往后过或者往前过这样子的摩擦感，有点像是一双小手抚着你过去，都没有很用力，没有夹头的感觉。但戴上之后你也不会觉得它松，它也基本没有什么位移的感觉，就是挺舒服的。所以说它这个无螺丝的铰链设计呢，基本上也是不需要怎么调节，也没什么好调节的。调节的话也是调节可能是镜腿末端以及鼻托这一个位置，那它的松动调节是有一定范围，但是实际上你这样拿在手里它也不会觉得哗啷哗啷响。它的整体性包括它的紧致感都做得很不错，我还是挺喜欢的。我也问了他为什么会选这种高弹钢而不是用更多的钛合金，那他们主要是因为这种专利设计的话它会更加适合用这种高弹钢而不是钛合金，是结构设计本身的原因了。那么再一个就是这个材质可能更加贴合他们目前的设计风格，看起来视觉效果更加和谐一些。并且他们这些铰链的位置呢，就是靠眼睛的这些部分，尤其是高弹钢活动的位置呢，都会做一些圆润的打磨，不会太锋利。我觉得这个细节考虑还是蛮周到的。那还有一些我觉得我会希望他处理更好的地方，但是可能他们有自己的考虑吧。一个就是这一个定角铰链的位置，你可以看到它的金属是直接插进这个板材里面，但是这一部分的板材可能需要结构加强或者说稳定的关系呢，它加厚一点点，你视觉上看上去在边缘的这个位置会有两个折射率不一样的线条，我觉得它的薄跟厚之间的过渡会有点太突兀了，我会希望它可能处理的更圆滑一点，但是这个其实不影响整个眼镜的视觉效果，看起来是很好看的。像这一副它其实也有加厚一点点，但是你可能不太看得出来，或者说只能在边缘这一点点的位置才能看到它这个折射率不太一样，因为是镜腿的铰链位置受力的点。不是说别品牌没有啊，像这一副 Taylor 它也在这个位置有一点点这样加厚的设计，不知道你看不看出来，在这里以及这里这样子在这边加厚了，但是这一个处理的会更加圆滑一点点，如果我不指出来可能看的不是很明显的，可能也是因为它这个板材颜色比较深吧，但这不算什么缺点了。那么体验了他们家这两款眼镜呢，其实让我对他们这个品牌会有更多的期待，因为大家也知道目前国内做的好的眼镜品牌真的不算特别多，并且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在眼镜展会上呢，我们大多数还是处于一个采购或者是买手这一方，实际参展的品牌呢真的不是特别多，也希望国内能够有越来越多像这样的眼镜品牌做得越来越好。那么这大概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眼镜的品牌以及框型了，东西有点多，我讲的会比较快一点，那不会说讲的特别细致，但都是我个人主观上很喜欢的一些风格以及款式，他们的设计理念以及他们的最终呈现出来产品的整个质感呢，我觉得都是很到位的，是我会想要长时间佩戴长时间拥有的一些单品。那毕竟是新年期间影片，也是要给大家有所表示的，对吧？有一些是拍摄样板，有一些是我朋友的收藏，所以我拍完还要还给他。那我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提供一个小小的新年礼品，有一个墨镜赠送给我，就是一个周边没有给原盒，我框型很大的眼镜，那么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一个老观众大家都知道怎么玩了，我就不详细讲了。那么在这里再次祝大家新年愉快啊，龙年行大运。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你觉得还不错的话，那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一定要点下订阅了。那我是墨，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